现在准备办卡，办了卡之后就可以出两台那个哥伦比亚那个证。这个礼拜不是很确定，因为他那边也是公司蛮大的，要经过很多人的。那文件都发过去给他了。那下个月是肯定可以的。对，他还没办，办了之后他没派人过来嘛。其他的就西班牙客户，现在是这一台机在试用，我现在在摄影呢。我现在摄影。